经过查估后，画面中这块未登录的国有土地将由壮维公所向林务局承租约200坪空地，作为停车场使用。因为明年底大埔社区活动中心就会启用，担心没有停车空间，所以相关单位经过会勘研商后，来做出这项决议。第去年的，都全部拨用给那个乡公所，所以大埔即马才有一个社区即个地，即个预定地，即马已经开始咧，咱咧由乡公所发包咧，要来做啊，要来起啊，但是要来起的时阵吼，遮拢无停车场，所以讲伫咧即个。八二年换了一个未登陆地吼，差不多千平左右，啊，但阮要甲租这个600几平米安尼咧，要来使用好临时的吼，为咱社区这百姓咧，会当来使用。因为吼，咱大埔村吼是伫咱中央排第五大的社区啦吼，尤其咱遮有迄个补天宫吼、牛娘娘吼，啊，非常的迄个香火鼎盛吼，所以遮聚集足侪居民的吼，啊，相对遮社区非常的重要吼。啊！伫咱各单位的争取吼，啊，若对阮代表所有代表同仁的支持吼，啊，即摆要起社区啊吼，啊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讲无停车场啦吼，啊，今日特别来看这个林务局这块地吼，想要租用吼，租用660平米吼，因为最大租用面积是安尼吼，大概有200平吼。林进滨海公路啊，它的停车范围非常的不足吼，啊，经过阮这边伫这个周边详细查询之后啊。啊，有一块未登录的这个国有土地哈，面积也是这个足够，地点来设一个停车场啊，然后去海边啊佚佗翕相的人哈，会翕龟山朝日啦哈，啊，再来活动社区活动中心活动的这些乡亲啊，大家这個停车会当较方便啦嘞。未来大埔社区活动中心将要拆除旧卫生所拼设，连同目前正在地质探勘的空地，新建1层85平的建筑物，经费约1100多万元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